好，我哋而家翻嚟第四節啦，咁誒一個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環節嚟啊，因為咧就牽涉大家個身體這個身體健康嘅問題啊。咁大家喺呢幾年咧，我諗絕大部分人都打過疫苗噶啦。咁誒打咗疫苗之後，其實係對我哋嘅身體有咩影響咧？咁有冇即係科學嘅大規模研究咧？其實是的，一路我都等緊呢啲大規模研究出嚟，因為咧。大家如果一路睇開科學新知都知道噶啦，都由個疫苗去點樣去開發，有咩機構去整到出嚟測試，到去打，咁甚至乎我自己一路都係鼓勵大家去打一個好嘅疫苗，係咪？咁就一路都追蹤 ，OK。但係中間即係經歷咗好多啦，咁啊個瘟疫又過咗，嗰、那個肺炎瘟疫嗰個嘅強度。就隨住佢一路演化，佢傳染力雖然高咗，但係後來原來嗰個殺傷力低咗。OK， 所以對於嗰個疫苗個迫切性啊，同埋對於嗰個副作用啊，大家個風險衡量係隨時間而變嘅。開頭嘅時候，佢嗰個致死率高嘅時候，我哋就會覺得哇，我哋願意去付出更加大嘅風險嚟去試新疫苗。到今時今日，已經係再過咗幾波啦，甚至再有人出嚟嗌你打加強劑，咁你會睇到個大眾反應同埋個科學個業界反應，你發覺係弱咗好多嘅。咁我覺得係時候嚇，即係我哋去期待一下，有冇一個嘅最全面、客觀、中肯嘅研究去檢討翻呢個疫苗個成效同埋個副作用咧？咁呢個我都先至聲明先嚇，即係站在科學嘅立場，咁我就報告翻呢個即係呢個最新研究發現嘅結果，同埋中間時候咧，我自己經歷過，我身邊亦都有朋友係我自己個人相信啊，佢係因為打疫苗而過身嘅。咁我係有即係我雖然冇實質嗰個臨床證據，但係綜合翻其他嘅觀察嚟講，我自己都有一個咁嘅經歷。咁我自己亦都同好多無論支持同唔支持疫苗嘅人都有交流過咁嘅樣嚇。咁所以咧，我盡量希望就係、是。即係以科學還科學啦，就盡量將個數字去忠實地話翻，即係將嗰個研究結果忠實話翻俾大家聽。咁呢個研究結果係咁嘅，係由翻呢一個嘅即係成個世界性環球去搜集數據。佢搜集咩數據呢？成個地球人口就即係而家係即係70億到啦，你當呢個咁嘅數字。中間係接受過至少一針嘅人咧，你唔好理咩牌子啦，至少都有70%噶啦。OK。咁所以接受過疫苗嘅人口都係有成50億噶啦，嚇！咁而呢50億入邊，而家我哋咧就可以抽取到1億人嘅數據。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呢個已經係暫時見到嘅資源嚟講最有認受性嘅一個結果，就係綜合咗呢個由瘟疫爆發到打完疫苗，同埋睇咗而家幾年嘅數據之後咧，集合咗1億人呢個樣本嘅結果嚟睇翻邊只疫苗好啲，邊只疫苗冇咁好，究竟疫苗係對你有幾危險，同埋究竟疫苗係真係救到幾多人，就有一個比較即係最客觀嘅數字分析喺度啦。咁但係我諗相信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因為香港都有破不少嘅人係打咗呢個科興疫苗啦。嗯，咁喺呢個研究入邊，我哋有冇得到科興疫苗嘅資料啊？嗱，呢個就暫時冇嘅。OK， 但係咧，你如果留意翻啦，大陸入邊都出現咗一個浪潮，就有人就係話咧個科興疫苗咧就打咗佢就染上咗白血病咁嘅樣嚇，就有3000多人好似就喺度就搞聯署呢啲咁嘅嘢啦。咁但喺今次研究入面咧，就冇包含到科興嘅，因為咧嗰啲有打科興嘅國家咧就攞唔到佢哋嘅數據。咁呢個而家剩翻嚟嘅數據咧就係針對乜嘢疫苗咧？就係打過復必泰，打過呢一個 Moderna， 同埋打過一隻叫 Astra， 即係用呢個腺病毒基底嚟做疫苗嘅。即係譬如英國嗰度咧就有供應咗呢個 Astra 嘅嗰個疫苗，就主要係呢三種疫苗。因為呢個世界就尤其是如果你話發達國家基本上就唔打科興嘅，就因為個成效實在唔高 ，OK， 咁所以以西方先進國家都唔好淨係一定西方嚇，成個世界入邊比較主流，亦都睇到個效能比較高嘅就係嗰啲 mRNA 疫苗，即係無論復必泰亦或係 Moderna。另外就係話都有相當多嘅國家，譬如印度同英國咧，就打咗嗰個 Astra 嗰種咁嘅疫苗嘅，咁就由嗰度去收集個數據嚟去做分析嘅。好啊，咁邊個疫苗有邊種效果呢？即係我哋睇唔睇到喺個報告入邊？咁我諗咧，大家都即係好多種懷疑嘅，就係究竟話有人就話有呢樣嗰樣咁嘅樣。
主要嗰個疫苗報告出嚟嘅副作用啊，有幾個嘅分類。心肌炎，即係對於心臟突然之間受到刺激發炎，呢個係一個比較嚴重嘅反應。咁譬如話我嗰陣，我有位朋友佢就係打完佢就唔係打伏必泰，佢就打完科興，咁之後個心臟跟住就即係突然之間就即係個心率跳動就有問題。咁就過咗身嚇。咁當然佢，我呢位朋友佢自己本身都係有即係屬於高危，即係高危組別嘅，佢黐肥，同埋就係佢本身有睡眠窒息，個心臟亦都係弱。所以我覺得符合個定義好合理。佢如果要需要攞醫生紙，其實需要有醫生寫醫生紙俾佢嗌佢唔好打嘅。如果呢個咁嘅 case 嘅話嚇。咁即係，但係最後即係嗰啲係後話啦。因為你當時譬如嗰個朋友點解都選擇去打呢，因為佢想通關啊，快啲可以過關，所以佢就係唔係都打咗先嚇。咁即係呢個好非常不幸啦。就是、心臟嘅問題其中一個，另外就免疫系統紊亂係另外一個。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係個血會凝結，會多咗血塊，就即係血管栓塞嘅機會。咁呢個就連結到心臟嗰啲問題添。另外咧，有啲咧其實都幾明顯，就喺另外一啲唔係今次研究，之前有啲研究公布咗嘅，就對於婦女，對於嗰個經期係會亂咗嘅，會一段時間係亂咗嘅。咁即係收到嘅報告係咁嘅樣。嗱好啦，就唔係話打是打一隻都有齊曬呢一種咁嘅嘢嘅。原來而家喺呢個研究發現咗咧，如果你係打 mRNA 疫苗，即係伏必泰同埋 Moderna 嘅話咧。就相對於嗰個心臟嗰個心肌炎嗰、那個嗰、那個或者心包炎嗰個機率咧，就會係比你唔打咧高咗一倍至三倍左右。即係話咧喺佢成個 sample 裏邊咧，其實佢個 sample 好大嘅，全部所有疫苗加埋嘅有成一億，即係入邊咧你打咗呢個伏必泰同埋 Moderna 咧，都以幾千萬計噶啦。咁而喺呢幾千萬入邊咧，就出現咗咧有係。百零個 case 就係呢個心臟有問題，就比起嗰個預期咧，我哋預期就應該係得五百零個 case， 因為你就算打唔打疫苗，都會有啲人係會個心臟有問題咁啦。佢會唔會比起你個 background 嗰度突咗一突咧？咁發覺有，就多咗呢個一至三倍左右，就仲要視乎你係打咗幾多針添嚇。咁嗱呢度就記住呢個數字啦。另外咧，如果係對於嗰個嘅打咗 Astra 嗰種咧，就比較多問題啦。就對於嗰個血塊嘅凝結同埋嗰個掀起嗰個免疫系統嘅紊亂嗰度咧，就比較機會係大啲。咁而且咧就大到亦都係以三倍咁樣去計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嚟講咧，大家可能都會仲記得嘅，英國甚至乎喺開頭打咗一輪之後就停咗唔打 Astra 添。咁然後同一時間個 Astra 技術亦都係俾印度嗰度攞咗嚟去繼續去整疫苗，咁印度嗰邊就好多人去打咗嚇。咁即係你會睇到咧，的而且確啊，對於某邊一種嘅疫苗，佢會比較傾向形成某邊幾種嘅副作用咧。我哋係而家揾到個線索嘅。如果打 Moderna 嗰啲咧，就對於嗰個免疫系統反應個擾亂咧係少啲，但係對於個心臟突然之間佢多咗嗰啲咁嘅。武漢肺炎嗰啲病毒外殼嘅嗰啲咁嘅碎片喺度嘅時候，就比較容易刺激到一個心臟的，而且佢就引發多咗一至三倍嘅呢一個人咧，係會出現咗呢個問題。咁然後對於 Astra 嚟講咧，就對於免疫系統同埋嗰個血液凝固嗰度就俾出嚟個問題比較多，而且嗰個倍數就會係比起嗰、那個頭先講 Moderna 引致心肌炎嗰個倍數咧，就個數字再大少少。但係呢啲全部都係以嗰個個位數字個倍數嚟計嘅。但係同時間咧，如果你比較翻咧，對於嗰個能夠降低重症同埋降低死亡嗰個能力咧，你會發覺咧就係佢哋亦都係由個統計嗰度認為啊，原本就應該有四萬幾人咧係會係需要係重症係掟咗入去即係急症嗰度，就個死亡率會高好多噶啦。但係亦都係因為有疫苗關係咧，喺四萬人入邊咧，就起碼就估計下有大約係八千人咧，就唔使就冇變成重症，就變翻做輕症。咁所以咧，以呢啲數字嚟講嚇，有副作用嘅人嚟講，係幾千萬份入邊嘅百幾，然後重症同埋救翻嘅人嚟講咧，就以千嘅人去計。
咁所以你話如果純粹用個統計數字嚟計咧，就的而且確我哋都依然會認為咧，因為有疫苗嘅關係，佢係救多咗人嚇，即係因為即係甚至乎講得實少少就係、是、因為疫苗副作用而死嘅人，其實比起疫苗救翻嘅人嚟講係即係少好多倍，即係少百倍咁樣去計嘅添。咁所以可以話啦，即係有而家有咗呢個咁樣嘅大型嘅研究咧，叫正正式式咧，就比較完整地講翻究竟即係嗰個害處同個好處嗰個高低喺邊一度咯。咁個研究有冇指出係邊一隻疫苗所謂最有效啊？嗱，咁佢都講嘅，就係嗰個 mRNA 疫苗，佢俾出嚟個副作用相對比較少，同埋個重症率咧就係可以壓到最低。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即係當初我哋睇下。你就係香港伏必泰同科興，點解嗰日我係唔係都講伏必泰啫？係咪？即係曾蔭權都走咗去打伏必泰，係咪？嚇咁即係 Moderna 嘅話咧，就香港冇得打，但係佢俾出嚟咧，令到你發燒啊、暈啊嗰下係勁啲嘅，但係出嚟佢比起伏必泰仲勁多少少添嚇。咁即係所以我就會話即係咁講啦，去。即係當科學嘅人去決定去呼唔呼籲大家打嘅時候，就係有幾樣考慮嘅。當時個重症率、個病毒嗰個毒害勁唔勁啦？如果你話本身嗰個毒害都唔勁嘅，唔係令到個醫療系統有好大負擔，其實就即係你當然就好似今時今日咁。如果今時今日再係咁聲嘶力竭嗌你哋啲人去打呢個加強劑，對於某啲人嚟講可能比較需要。OK， 但即係尤其是如果身體一路係比較弱嘅人。咁可能比較需要，但身體弱嘅人，你亦都可能諗下嗰個疫苗俾你嘅副作用，亦都有佢嘅風險喺度，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而家個焦點已經係當你有個群體免疫喺度嘅時候，就冇咗呢一個即係再爭拗打唔打疫苗嘅問題。而且去到即係當時嚟講，去到個瘟疫嘅後期，雖然個病嗰啲 Omicron 嚇傳染性好高，但係個毒性比較低嚇，然之後個疫苗俾出嚟嗰個效力就係、是、亦都打咗個折扣嘅時候，咁你見嗰陣嗰個爭拗亦都係非常之激烈嘅嚇。咁但係你話如果好籠統地講，咁多隻疫苗邊隻整出嚟就最好咧？就係嗰啲 mRNA 技術出嚟嘅疫苗咧，就俾到即係人類最大嘅一個貢獻咯。咁所以你會睇到兩年前諾貝爾獎都係頒咗俾呢個技術。咁我哋睇到嘅，譬如近排其實好多人係流行性感冒嘅，好多啊，多落嘅。咁但係你話而家喂個政府都有呼籲人打流感針啊嘛，咁但係睇到個反應就同嗰年打疫苗嗰個就兩極啦，差好遠啦，係差好遠。咁但係你話流感會唔會死人咧？流感一樣會死人嘅，係嚇，係啊，即係一樣可以會有重症添，係啊，係一個即係我諗係一種習。將感覺同埋習性嘅問題啦，因為即係當其時嗰種咁嘅肺炎，話大家好鬼驚噶嘛，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大家利是第時再發生一次，我諗你問我最可靠嘅，我都係睇數字嘅啫，真係，即係睇個臨床嗰個數據嚇，俾出嚟個數字。當然喺呢次嘅瘟疫裏邊咧。我哋都來不及累積呢個一億人嘅數據，係咪？好多時我哋話邊個安全啲，唔安全啲，就根據佢第一、第二、第三期測試，用咗喺以幾千人計一個咁嘅人口身上嚟去睇嘅啫，嚇。咁即係就只能去到咁咯，嚇。咁但係咧，而家睇翻轉頭咧，就算嗰啲比較個樣本比較細嗰啲研究去睇翻，亦都同我哋今時今日睇翻個結論係差唔多嘅啫，依然就係話即係。科興就最唔值得打嘅 ，OK 嚇，甚至乎你而家科興都停咗產添啦，係咪？但係你見 mRNA 技術嗰啲嘢咧，係繼續會落去嘅嚇，甚至乎佢有能力貢獻。我記得之前都講過 ，mRNA 會唔會成為第時免疫療法醫治癌症嘅一個方法咧？我諗如果去到呢度咁講嘅時候，大家亦都唔會好反對嘅咯，係咪？即係大家利是，即係你起碼問，如果我第時。有了這些癌症，你給到個希望我，喂，這 mRNA 疫苗可以度身訂造一種的製劑，可以針對於我身體上面的這種癌症，我是會考慮的，即是就會這樣。即是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其實大家無論你是最後支持不支持疫苗，我覺得大家都有個心水清，有條數在背後計緊。那我想最重要就是給到一個忠實的數字，讓大家做最理性的考量。
哦，咁唔止話你想唔想嘅，咁有立法嘅問題啊嘛。可能去到某啲情況之下，大家立法唔打要坐監喎。咁你係咪選擇坐監咧？咁即係好極端嘅情況咯。不過咧，你講到頭先話即係嗰個嘅mRNA 疫苗咧，事實上喺近呢幾個月已經有嘗試係醫部分嘅癌症㗎啦。有已經係即係出嚟㗎啦嚇。咁我哋而家睇呢個報告咧，亦都有好吊詭嘅問題啦。其實初頭這個數據大家掌握不到，疫苗公司的比例其實不是掌握不到，而是它給到的數字因為樣本不夠大，所以出來的誤差大到不夠說服力。其實現在你問我今次出來的這個數字跟我們當初估計是一樣，是合理的，但是誤差值即今次來說的誤差值真的控制得很好了，因為樣本夠大嘛。即系而家你讲紧以千万人嚟计，就系嗰百零二百个 case 系有心脏发炎。咁先前我哋可能就系睇千零人嘅样本，但系就系得嗰一两三个人有呢啲咁嘅嘢。就系嗰个样本嗰个差异，即系有时可能你个样本细到个地步，你都可能睇唔到有一个 case 出现咁嘅问题嘅时候，咪就系嗰个嘅个误差就喺嗰度嚟，就令到大家会觉得嗰啲咁嘅样本咁细嘅报告唔可信咯。所以大家宁愿信自己嘅判断，就系咁解咯。咁即係我覺得今次就係、是、都叫做當初俾出嚟嘅嗰啲比較嗰個準程度唔夠高嘅呢啲數據，最後俾出嚟嘅結果未至於太壞咯嚇。即係到今時今日，我哋可以結論到就係話嗰個你去打疫苗，始終就能夠救人多過真係個疫苗副作用害咗人咯。我想這個也都大家不需要太過懷疑，但是你說的那個所謂副作用是不是那麼短時間之後看到呢？會不會說有些的、就是、疫苗它的副作用可能是說幾年之後、十幾年之後才會爆發出來呢？嗯，那你可以，你有權這樣去問的，即是會不會是有些你現在只不過是三四年，會不會有些是八九年之後才看到的呢？咁呢、這個就嗱，隨住時間拉得越長，就應該會越明朗嘅嚇。咁即係呢個就繼續留意住啦。即係一般嚟講，如果你講緊嚇我哋個人本身唔打針，淨係靠自己免疫力去打呢只菌，基本上咧，你年零兩年你唔理佢咧，都你個身體都可能唔記得，你會再感染。所以你個疫苗俾出嚟嗰種效力同實在影響，有冇可能去到第八、第九、第十年咧？都要打個問號。喺咩時候我哋會更加需要留意住呢八九十年後嘅影響呢？你就同時間睇埋嗰啲 long covid 啦。因為其實咧，連個病自己本身啊，有人都話會唔會我而家好翻啫？但係會唔會有啲好長遠嘅影響？我哋唔知咧，一樣係需要留意嘅。即係我哋亦都會睇到就係、是如果你要咁比較下，你究竟係願意承受嗰個病毒唔打疫苗，你自己去承受翻嗰個病毒本身俾你嘅長期影響，定係你要去捱嗰支針俾你個長期影響咧？咁似乎而家都係睇到咧，嗰個病俾你個長期影響嗰個信號係明顯啲咯。因為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仲有人討論緊呢個 long covid 嘅問題嘅。哦，我肯定有，即係呢個即係長期啊，染咗病之後。會產生一個長遠的效果，我話俾你一定有。但係問題呢個係一個好曖昧的情況，因為你幾時染病又好決定咗你呢個所謂即係之後長期嘅。係啊。舉個例，如果你係第一波嗰時候，我諗話好多人係真係到依家可能都仲即係有嗰個影響。你自己你有冇咁覺得自己有啲係後遺症喺度啊？梗係有啦，係，如果唔係我點解咁有信心講嘅真係？係啦係啦，我自己有少少嘅，不過就唔碍事咯。我個鼻敏感咗好多咯，即係容易咗受刺激打乞嗤多咗好多咯。係啊，即係我嗰、那個嗅覺消失咗之後，再重生翻之後，我發覺就係、是、即係嗰、那個、那個那個敏感程度就即係比較即係比以前高咯。係啊，所以呢個即係咁嘅瘟疫咧，即係我諗冇得二三十年咧，其實都睇唔清楚嘅，究竟真正嘅影響喺邊度啦？不過咁講啦，我都會話，隨住時間一路拉長咧，大家就嗰個憂慮係應該要減少嘅，係啊。OK， 好啦，咁我哋呢節結束，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啊。神秘的嘢第一節，咁啊，2022神秘的嘢同大家見面啦。
咁啊，今日會同大家講啲咩咧？就嗰一單咧喺飛機上面發生嘅古怪嘢啊！咁話説咧，喺幾個月之前咧，就一架美國嘅內陸機咧，突然間有個女人啊，就企咗起身出嚟咧，就大吵大鬧話要落機嘅。咁到底係發生啲咩事呢？咁呢個女人咧就話闖去隔離嗰個咧就唔係人類嚟噶，大家唔落機咧，咁啊乘機人都會死噶啦。有好多網民喺度話咧，就話其實個女人咧就其實可能係冇講大話嘅，就話坐喺個女人隔離一個咧係一個叫 shapeshifter 嘅嘢噶。咁啊，幾圖你點睇啊？嗱，呢樣嘢咧其實都唔算係新噶啦，以前我哋響神秘的嘢都有提過嘅蛾獸。咩係蛾獸呢？蛾獸就係可以變成人形嘅神獸之一。咁點解今日神秘的嘢咧會講呢個題材呢？其實你諗下，如果啊 shapeshifter 係真嘅話，就會唔會啊我哋身邊嘅人咧，其實未必真係嗰個人嚟嘅咧？其實係 shapeshifter 去模擬翻嗰個樣嘅嗰個人咧。喂，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咁即係可能有一日啲觀眾喺度睇緊嘅咧，就並唔係啊我同阿紀圖喺度做節目。然後兩個人咧就扮緊我哋喺度做節目嘅喎，咁但係如果係咁就好 Q 大鑊啦。咁有機會咧，啲人就真係咧追緊啲假嘅節目，就唔記得咧就追我哋嘅節目啊嘛。咁關鍵係，如果啲觀眾睇完之後喺 YouTube 上面，佢哋訂翻個訂閱制，咁問題咪解決咗咯？誒嗱，冇錯啦。其實我同阿紀圖咧就真係冇夾過㗎啦，但係正正咧就係我想講嘅嘢啦。其實咧就有人扮佢哋兩個咧就唔緊要嘅。最重要咧，就用 YouTube 平台睇我哋節目嘅觀眾咧，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鐘仔喺度咧就撳一下，咁我有新嘅節目咧就會有通知噶啦。咁啊好啦，今日神秘的嘢咧就係咁先，之後咧就神秘之嘢啦。並唔係真係我同阿台長，唔係，只我做台長，所以我係企圖啊嚟嗰次，sorry。